光大存命之意了啊，光大存命之意了。我再说个事儿，啥事儿呢？根据这两天的观察，我说说咱村的这个毛病。好多村民存在很多毛病，我大伙说说给大伙啊。一，我吆喝这些天呢，咱大伙都知道，咱各个路口都封住了，不让串亲戚，不让串门的，不让胡乱跑。昨天一天，好多人到处乱跑。我不知道你不怕死还是你是傻瓜，是不是？你在你家待着吧，你跑得个啥劲？不叫串门的，有的人还在当麻将，还在家组织麻将车。你到底是不怕死，你还是有没钱主要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认为我说话难听，一旦事儿知道实上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哭都找不着门啊，苦都找不着门。现在上面要求镇压，一再要求不让串门的，不让串亲戚，不让串亲戚都叫你串门呐，不让串亲戚都叫你打麻将啊。哎，我昨天吆喝，前天吆喝，这些天呢，有些人他就无动于衷，就把这事儿当耳旁风。难道恁家人都是铁打了？恁家人都是钢锯了？恁家人不怕啊？哎，你咋这样子呢？门也跑不顺，还组织当麻将，你是干啥吃的？现在恁别觉得我说话难听。我跟你说啊，事儿传到你身上了以后，你哭都找不着门，哭都找不着地方哭。